众还很多。等一下四五点又要去台北。是离开的吗？社教馆。他那个有一个我有一个会要开，不去又不行。谢谢谢谢。叶老师是要去台北客家主题公园吗？不是哎、欸，不是哦、欸，另外一个人家画展。啊、对，等一下是社交馆那有一个会。嗯嗯嗯。他邀请你拍的。对。先准备几张照，不要那么赶。反正老师很厉害啊，颜色画现在到蓝色，对，一种颜色都可以画成啊。要什么？哪个啊？画得上，你要跟他画的可以的。我画好了，来。男生坐哪举？他是哦。哦，太大，没想到风的问题。想说这个台词低调就好了，没想到风。刚好一阵啊，一阵风。没有，丢一个颜料进去，他就不会走。嗯，对，会比较近啊，做坏事都给他看到了。我好忙好忙。老师这么忙哦，每天都安排的满满的课程哦。那他们叫不去又不行啊，又不好意思。叫人集中啊，比较近的两班集中一班哦。所以等一下中间又要偷溜，等一下十二点又回来了。快先做公关了。老师的学生都很杰出的，都会帮老师做公关呢、啊。要关哦，有时候。一个人忙不来了哦。对，所以他们帮忙。对，一个人画的，人家数量也有限啊。对呀、啊。那富冈也有两个活动啊。对。有看到啊、哦？有知道。邀请我说，你要先叫我帮他录影的。这个做公关的，先一个做公关就送你。你有可以拿吗？不是，有可以放吗？有。现在拿给你可能会不会太麻烦？不会不会。好。好，谢谢老师。看后面有人。OK， 好，谢谢老师。